要求要求。哎，怎么了？我们在那边聊天。你车子停在这边一下下。他上来换电。换完电。他走的时候。后面停一个阿姨，不认识。他换电。然后他从那边下去，撞到那阿姨。他怪我们说，挡住我们说。我们在那边冲他。就这样。那个，你说讲话粗俗就算了。他是直接的那种五字经就一直抄。一直抽，哎，你刚那里啊？啊不，我不管嘛。后来也没动手嘛。他推我才动手的。他推。